后把它压到鞋底上面。这样压上去啊，压上去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来这边。然后把它压上去。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样固定好了啊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编这边，编这边的这个带子，我们把这个解掉，把这个解掉，然后找到一开始剪的这个长的这个线啊，